抗震和动力分析是工程师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。无论是混凝土、钢结构或木结构建筑，它们都会涉及抗震和动力分析。我们认为，对于一名结构工程师来说，应具备结构动力学和抗震设计的基本知识。所以我们为您提供了这次培训。我叫 Praxiteles， 在此诚挚地邀请您参加我们的在线培训。欧洲规范八结构动力学，我的两位同事 Stein 和 Stefan 是我们动力学方面的专家，他们将用大量的事例向您详细介绍结构的抗震设计。本次培训不仅将介绍结构分析软件 RFEM 的有关动力分析的附加模块，还将介绍一些理论知识，例如多阵型反应谱分析方法或相关规范的特点。在培训课程的最后是关于机器振动的事例讲解。为了更有效地参与培训，我们建议您使用 RFEM 中的第二个屏幕与我们一起建模。我们会尽量确保每位参加者都可以跟上主讲人的建模速度。为了增加互动，我们将在每个章节后进行一个小测试。您可以随时提问，我们会在每个章节完成后统一进行回答。我们期待您的参加。